永健，哎，来，先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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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不姐，我去找小可的时阵，我看到珊珊嘛伫小可的办公室内底。我发现珊珊到今嘛还搁伫暗中拜托小可来照顾你，这我就感动的。其实吼，这我一点啊都无意外。敢知影？你出国这段时间吼，除了开心真照顾我以外，这小可吼嘛三不五时送一挂保健食品呐吼，啊搁厝内底要用的物件来，真拄好哦。遐个物件哦，拢是我喜欢食的啦，啊，搁是我需要的呢。啊，几届了，我就知影讲，这一定是珊珊拜托小可做的。这珊珊哦，这查某囡仔的心意实在是真可贵呢。这嘛，我了解一件代志啊。珊珊一直拢伫我的心内，毋捌离开过。只是我袂当看到伊，因为我来受苦。阮边仔的人一看拢嘛知影，你就是惊伊珊珊会去受到拖累，毋才会甲伊分开。啊，不过哦，只要恁是互相意爱，啊，不管哦是，就算讲分开啦，干那会当互恁的感情搁较深尔。而且经过这个代志以后，你才知影讲，你伫个珊珊的心内，一直拢伫个无离开过啊。所以珊珊伊毋才会安尼一直遐尔照顾我，啊去顾虑到你的感受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拢真清楚啊，对不？我甲珊珊安尼生一年，这么大年，最后还是回来原来的所在。我感觉真正足对不起伊。当初安尼伤害伊，今仔所以骨是要甲伊约回来。啊，不过安尼嘛好啊。经过这酸甘苦涩了后，你甲珊珊的感情会更加坚定。你拍算以后要安怎面对珊珊伊妈妈？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有收到公司新的人事令，担当的真正足栽培我的，而且嘛对我足好，搁我升起了做专人的副总，我的薪水嘛正好。我想即卖的我会当照顾好珊珊啊，所以我是要搁拍拼一届。哎呦，安尼真好啦！看你会当遐尔有信心吼，我嘛感觉真欢喜。啊，阿姆，啊，你是咧讲啥？讲到遮尔欢喜？开始，永健吼决定要甲珊珊约倒转来啊呢。安尼哦，安尼真好啊！永健，你爱加油哦。永健，多谢啦。对啊。麻烦你啊，替我把这个交给珊珊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啊，不过我希望你会当想清楚，接下来你甲珊珊会面对什么款的考验。我甲阿母拢真烦恼，你会阁受到第二届的伤害，而且安尼珊珊也会去受到伤害呢。你放心吧，所有代志我拢考虑清楚啊。都麻烦你替我转达。既然你安尼讲啊，我一定会使命必达。开心，是讲你住伫个珊珊因家，啊，珊珊因妈妈会甲你为难？无啦，其实珊珊因妈妈的人真好呢，啊，只是伊会一直为着用这个代志甲珊珊冤家，有时阵。我也伫中诶，真正是感觉淡薄为难。歹势啦，开心，因为我害你为难。袂啦，问题也毋是伫你遮，是珊珊伊妈妈看惯无看见。惠弟，我以前拢真好，阿姆，你毋免替我烦恼。
好啦，听你安尼讲吼，我就较放心啦。啊，阿姆，我先转去林家。杨姐，我一定会把你的心意转到珊珊知影，希望会当有好消息。嗯，那安尼就拜托你啊。嗯，阿姆再见。来，我送你。这里啊。嗯。永健若是甲珊珊搁做伙，我敢若嘛应该爱予永健知影我甲秦良过往的代志。永健，真实嘞。我真正无法度甲你甲珊珊斗相共，珊珊，我无想过一世人，我会阁写批予你。我就是勇敢佮坚强，就是咱一段感情最后的收尾。现实无情，我若是连家己拢照顾袂好势，是要哪陪你行未来的路？啊，毋过怣人天公疼，伫个重新站起来过程中，我愈发现家己有这个能力，会得甲你挽回。我也是想要把你爱在你心上，让你做我的目睭，我做你的双脚。过去的辜负是未来的承诺，分开那天的风雨，更加坚定我对咱未来的信心。假使你若是跟我同款无得放下，请你来找我。就伫个我把你爱起的那条路，等你牵你的手，永健。今仔伫咧病院，听到小可哥用剑陪阿姆来洗药剂，害我的心跳拢乱去啊！煞毋敢表现出来，就连偷偷去看伊的勇气都拢无。用剑，毋知影你敢搁会记的？你爱我做你的目睭，你做我的脚。予咱一世人手牵手走落去的约束。虽然真正分手的空缺还搁咧体会，啊，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，你会对我实现你捌对我讲过的话。你是安怎？哪会看起来有心思啊？我搁在考虑，是毋是爱甲你讲？敢是
甲永进有关系。哎呦，你拢已经约着啊！我若是无讲，就无算是好朋友啊。不要紧啊，你讲。永健已经发现你暗中继续照顾阿母的代志，伊叫我来甲你讲，莫阁安尼做啊。你安尼做对大家来讲拢是负担。啊，我知影啊。嘛，且你甲永健讲，我袂阁安尼做啊。我讲，伊去讲啥？哎呦，你遮尼要紧，我讲袂出嘴啊。你尽量讲啊，我承受会着。永健叫你莫阁甲娇耀啊。大家各人过各人的生活，毕竟恁拢已经分手啊。真好啦，看起来吼，这个金永健确实有自知之明。妈，你哪会当偷听人讲话啊？我哪有迄个美国时间偷听恁讲话啊？我是来看凯欣的伤啦，伊是因为我才受伤的啦。哎，你若无爱人偷听，唔就把门关好，唔是伫遐指责我。还是啊，是我拄则无把门关好，唔是你的唔对，对，唔是你的唔对，是珊珊的偏见。啊！甲你讲好，一节无我都喘气，我要出去透透气，你要到做去无？我有淡薄仔忝，想要休困。好啦，那安尼你就先休困。妈，莫甲我讲哦，我有话要甲凯欣讲。凯欣，那是阮妈有甲你为难，你随时甲我讲。凯欣啊，你袂歹呢，你真实是表里如一呢。你若卖好珊珊甲金永健好好，我就会甲你当作珊珊的朋友，好好招待你，让你住伫阮林家吼，甲住伫你家己的厝内面同款。阿姨，我是真心替珊珊设想的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影啦。哎，你看啦，阮朋友讲吼，这厨巴药膏偌尔好用的呢，你摕去。多谢阿姨，免受感动啦，我敢若是无爱欠人人情尔啦。